那首先，我们先要了解什么叫做幽冥法界。幽冥法界呢，是指说我们在这个生活的环境呢，你一定要放低你的姿势，就是说你要放下你的内心的自私自利。你的内心的怨恨，你的内心的贪念，你的内心的欲望。当我们行善的时候，为善不欲人知啊。你行善的时候也不需要表扬，默默的认真去努力去做，舍离远离一切的名闻利养，这个叫做幽冥的法界。